连陈汉典那种没心肺的人都跑来问我，我没有跟他讲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 S， 我现在要来参加 L Casino 的抽牌大挑战。改变我一生的一趟旅行是我跟大 S 还有我妈去泰国，我们一起喝了一瓶白酒叫做 Cloudy Bay， 虽然不是多顶级的，可是那瓶酒就是我每次一喝就想到我妈，虽然她现在还在世，可是一喝我都还是蛮想哭的。改变我一生的一个小秘密，秘密怎么可以讲？改变我一生的一句话，凡事就是正面思考，我觉得这句话就是 bullshit。因为有的时候当你遇到挫折心情不好的时候，你一定要适度的骂骂脏话或者是大肆的抱怨，你如果一直憋着然后一直想说不行我要正面思考明天会更好，我觉得你会把自己逼疯。改变我一生的一种食物，就是因为我最近非常喜欢点 Uber Eats， 我就发现有一家台直出的鸡胸肉，然后再搭配墨西哥辣椒，非常好吃。所以只要遇到必须要强力减肥的时候，我就再也没有那种就是很痛苦的那个心情，因为那个鸡胸肉真的太好吃。然后我讲完这个事情之后，就一大堆人跑来问我说 S 姐到底是哪一家鸡胸肉，可不可以告诉我？连陈汉典那种没心肺的人都跑来问我，我没有跟他讲。今年会改变你的一场沉浸式展览即将登场，请锁定 L Taiwan。